各位，我们要开吃了啊！说的通俗点叫开搓了啊，台湾话叫开动了啊。这是跟日语学的啊，这是儿子订的麦当劳啊，麦当劳，McDonald 啊。我们两口子吃米饭啊，这个里边放点南瓜啊。这是中西合璧啊，中西合璧，中外交融啊。儿子偶尔的啊吃点西餐，他的胃更愿意，可能更适应吃西餐吧。我们还是更传统的中国的胃啊。啊，西班牙的西瓜看着还不错啊。这个是我炒的啊，醋溜白菜，里边撒了点辣椒丝儿啊，搁点醋。来点酱油，搁点盐啊，这还是那个沙拉啊，西班牙的沙拉还行，挺好吃的。这个是今天的硬菜啊，重头戏，烤鲈鱼啊，烤了4条鲈鱼。好了，这个各位啊，偏您了啊，偏您了，我们先吃了啊，祝您啊，所有的朋友们都有好胃口，进餐愉快，谢谢。Horse。